准备一毛钱买的大白菜，白菜叶撕成片，起油烧锅，油热下不要钱的五花肉，肉炒香炒出肥油，葱姜蒜干辣椒花椒炒香，下入酱油蚝油，来点28年的料酒去腥，来点十三香，来点老抽炒香炒上色，下入大白菜，白菜给它煸炒2分钟。每天更新美食什么都不求，只求您一个双击，给一个就给一个吧，感谢您宝贵的双击。下入泡好的粉条，加入小半勺的水，20粒鸡精，100粒咸盐，给它烧制2分钟，加入香菜，大火收汁出锅。非常好吃的老醋白菜做好了，喜欢学会的双击保留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